些救赎，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。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，我们在黑暗中方站。其实和光也很白分手的那片汪洋，我看见了无比崎岖的方向，麦田尽头有一抹金黄。就算我是光，光芒万丈，一个人能怎样？赴汤蹈火也只是为了你记得这一切最初的模样。没想到这家店还在啊。我知道的店本来就不多。也是，当时你就没有带我去吃过几家像样的，便宜你了。记得挺清楚。大事年表，你不是没时间吗？多去写的。你写的大事年表太普通了，都是些所有人都能查到的历史事件。但这种游戏得有猎奇感，需要更多细节。我整理了几本电子书，还有论坛上的帖子，包括一些野史花边。野史？那我最喜欢看。我是用来跟你学习的，不是用来跟你八卦的。你平时也不怎么玩游戏吧？我上次玩游戏的时候还是……你告诉我，你上次打游戏玩的是过和死？游戏？三次机会，没死我就去早期。我还找了几个类似无敌武将的游戏，安装包都在 U 盘里。明天是周末，你就别去公司加班了，花时间好好玩玩，找找感觉。脑袋一热就出头，也不看看自己有多大能力。你说两句好话会死啊？所以你准备好跟高建宏开战了？嗯。无敌武将是我们第一颗子弹，上点心。知道了。老板，来一个二锅头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要喝酒？对啊，庆祝一下。对。哎，等会儿，酒别上。为什么你管这么多？谁让你喝酒的？要你管。酒别上，钱我不会付的。他不给我给，上吧。二位，我到底听谁的？听我的呀，我是组长。上吧，老板，谢谢。庆祝一下怎么了？其实你不用送我，缺点酒算什么呀？那我在国外的时候真是。在国外就学了这？这跟国外没关系，我是被你带坏的。我第一次喝酒还是你教我的。
第一次喝酒，第一次打游戏，第一枪无敌武将，第一次拼命，真好。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只不过是从说中文变成说英文，菜难吃了一点。但我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，学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挺开心的。那你不回去了？打算就这么放弃？人生嘛，终究要错过很多事情的。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所以我每一步都会朝那个方向走，就永远也不会后悔。这也是你告诉我的。别再说是我把你教坏了。酒醒了吗？醒了，我就住这上面，谢谢送我回来。走了，明天见。今天吃啥？今天吃啥？随便。那别吃了。谁呀？你谁呀？我找李寻。他找李寻？好久不见。有事吗？不请我进去吗？有空吗？一起出去吃个饭吧。没空，正做着饭呢。好。那我们在家里吃。我没准备你。啊，没事，我来准备。菜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慢用。先送王师傅回去吧。多吃点，别客气。好嘞。你那个飞扬公司怎么样？真去了？这事你问你老公就知道了，他天天盯着我嘞。朱韵呢？如果你对他的事好奇，你就直接问他吧。我也知道他一定会跟着你去的，只是你们这样起步，不觉得有点寒碜吗？钥匙我留在这儿，以后开我车吧。我爸，他还有套闲置的公寓，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去那儿住吧，也不用在这儿挤着了。哦，你是来挖墙脚的。想包养我呀？
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当年跟我在一起，现在的一切会很不一样？那现在还能弥补吗？做不到，不行，我觉得有点恶心。李轩，你从来不知道后悔的吗？徐丽娜，你专门跑来这么寒碜的地方来提醒我，谢谢你啊。如果我有一件不后悔的事儿，那就是拒绝了你。你和朱韵永远都比不了。慢走，不送。哟，老高这才出差几天呀？这我可得告诉老高了。啊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干什么？知己知彼嘛。除了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你还会干什么呀？下三滥，这也是你老公的主意啊，跟我没关系。真是一条好狗，窝囊废。看你现在这样，刚把你给怎么了？恶心。许丽娜，别忘了，你现在吃谁的用谁的。走。好嘞。坐谁给你买的车？啊，修竹这个画呀，画得太有气势了，阿姨非常喜欢。谢谢阿姨，来，阿姨尝尝我炖的这个番茄牛肉汤。怎么这么客气啊？一共就我们三个人，弄这么多菜。哎呀，您这次过来是忙什么事儿吗？我这两天正好可以陪陪你。你不用陪我，我这次来呀，就是看看我女儿在忙什么。这些日子呢？朱韵一直在陪我弄画展的事儿，我正打算这两天给她送回去呢。哦，哎，你这场地不是刚做好吗？这闲聊嘉宾、场地布置也需要人啊。哎，你这个展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哦，下个月。是下周开始，一直展出到下个月。哦，好好好，到时候阿姨肯定是要来捧场的啊。那哎，就让朱韵留在这儿帮你筹备你的画展好了呀。来，预祝你啊画展成功。谢谢阿姨。妈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嗯，秀珠，嗯，韵
女人最近没有什么不对劲吧？她最近一直在帮我筹办画展的事儿，怎么了？啊，阿姨，不瞒你说，那个人虽然已经进去了，但是我们家苑苑这个人呢，心思重，我担心他会不会偷偷摸摸的跑去看他什么的。哎，你可得帮我盯紧了啊！放心吧，阿姨，有什么事情，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。嗯，那就好，有你在我放心。赶紧吃吧，阿姨。好。你刚说下周开画展，我妈搞突击检查怎么办？您尝尝我这个番茄牛肉汤炖的怎么样？真没想到，现在修竹既会画画又会做饭。不好意思，阿姨，我接个电话。嗯嗯。喂，妈。修竹哥，你这是把炮弹给敌人送过去啊？你说下周开展，展一个月，那我妈随时回来，她要是搞突击检查怎么办？没事儿，这简单。啊，我现在跟刘阿姨还有朱韵在一块吃饭呢，你那边都快半夜了吧？我下午还要回去工作，咱们就说要去见画展嘉宾，你可别耍漏嘴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你妈妈。哎哎，妈，那个刘阿姨在我旁边呢，你要跟她说话吗？哎，好好好。喂，小江啊，我，喂，嗯，喂。哎，我看看。断掉了，这国外的基础设施就是不行，信号太差。要不我再打过去？行啊，别打了吧，这叔叔阿姨也该睡觉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这叔叔每天早上要去钓鱼，阿姨要去跑步的，这也该半夜了吧？你这记得比我都清楚啊。那可不是，你家旁边那一大片湖连着一个私人草地的。哎呀。这样的环境，将来要是办个草坪婚礼，应该很不错的吧？对了，阿姨，那个我一会儿下午约了南湖大学艺术学院的一个教授聊点事情，我可能没办法陪你和朱韵了。南湖大学，你不是熟的吗？对啊，我熟啊，我陪你去啊。对，那我就把朱韵借走了。哎，没问题，你们一起去。到时候把房卡留给我啊。好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嗯。吃香啊你。哎，好。打了半天掩护，你就是为了让我送你回公司玩游戏啊？这可关系到三个人，还有整个飞扬网络的秘密。看我干嘛？朱韵，你变了，你和在国外的时候不一样了。在国外的时候，你只是特别机械地完成工作，但是你现在谈起来你做的游戏，充满了自豪感。眼睛里面都闪着光。这毕竟是我第一个要独立带队完成的作品。行了，我送你上楼。不用，我自己上去就行。哎，怎么也要让我见识一下这个未来中国游戏新星诞生的地方吧。我们可是小公司啊，
你们这电梯也够有年代感的。等一下，我刚看楼下沃尔沃里下来的就眼熟，真是你啊，李鹏。哦，对。哦，你是朱宇你同事吧？啊，对。啊，你好，田修竹。嗯，辛苦辛苦。朋友，您是那个画家田修竹吗？啊，是我。您就是我的偶像，我一生中就两个偶像，一个是我大学的师哥叫许开阳，一个就是您，我真的太喜欢您了。咱公司给点脸面子。其实这是看一个公司的实力啊，不能光看门面，主要还是他有什么人才。你像李鹏这种，跟我们飞扬公司就属于双向选择，强强联合。最近几年，国内的这些新的创业公司啊，一般都走的这种抄底，然后一步一步往上来的这种路。嗯，李群，李群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朱组长的朋友，知名画家田修竹，著名的。认识。哦。田老师。他就是这种风格，特别冷。没事，你喝喝。好，好。你要是觉得不行，我再给你加点奶。谢谢啊，我都通关了。怪不得，都有闲工夫做其他事儿了。小主哥，我们要开始忙了，你要不先回去？哦，行，那我一会儿几点来接你啊？不用。你是陪我出来的，阿姨还等着我们呢。对哦，那你五点过来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那坐，不打扰你们工作了。哎，田老师，您不吃了？啊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谢谢你的好意，谢谢。我先走了啊。啊，您就这么走了？啊，我送你，我送你，我送你。哎，你的朋友你也送一下。小老师慢走啊，没事常来啊。小心啊。我上去给阿姨打个招呼啊。不用了。阿姨，正好，你们也不用进去了。韵韵，妈妈给你租了个房子。妈，你干什么事情之前不和我商量一下？我要是跟你商量就来不及了，你都不知道这个房子有多抢手。幸亏我今天下午就立刻签了合同，交了钱，否则的话，现在来看房子的可就不是我们喽。我现在是连住哪儿的权利都没有了。你有选择的权利，阿姨有决定权。哎，修竹，你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？好，特别好，阿姨。这里啊，不光小区环境好，而且啊，安保也特别的到位。嗯，我觉得啊，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是特别的巧。因为啊，这里啊离我的那个画室1公里，走路非常近。啊，是吗？嗯，巧。妈，你跟修竹哥你们俩是串通好的吧？没有。哎，这个跟他没有关系的啊，这就是我自作主张看好了帮你租下来的房子。这房子一个月租金多少？这个你不用管了，我都帮你付了3个月租金了。哎，以后你要是有了钱可以还给我。没钱，不还也没关系。那这样吧，我觉得呢，我还得请两个阿姨，一个搞卫生，一个煲汤，要管家服务的那种。妈，你都出来吧。哎，阿姨，我看要不这样吧，朱韵在国外省吃俭用惯了，回来也别让她太辛苦吧。明天呢，我找一个
打扫卫生的阿姨，钱我来出。如果朱印想吃饭喝汤，去我的画室，24小时管家式服务。太好了，修竹，那以后又要麻烦你了啊、哦！哎呀，阿姨，您这话说的太客气了。来，阿姨，拜托你了啊！应该的，阿姨。再见。再见，阿姨。嗯。你跟我妈绝配。进来吧。说吧，是因为弟妹吧？人家叫朱韵，果然是因为他，我就知道。怎么，见他那画家了？别跟我提他。好好好，我不提。我不提，你就真的不在乎了？警告你啊，少教训我，拿腔拿调的。事业问题你是高手，我就不帮倒忙了。但是感情的问题，说实话，太幼稚了。当初是你把弟妹赶走的，一次不行还来第二次。怎么伤人怎么来，你怎么就知道他不能在你身边陪着你呢？你这么自私的把他赶走，你问过他的想法吗？那你现在一个人在这生闷气，那你怎么不去问问他到底有没有跟那个画家在一块儿？我问他，嗯，你让我问他这些怎么问啊？哎，你太偏执了。你要说从小到大，我是绝对不会从你身上学的东西，那就是对待女人的方式。哎，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娇贵的花，有一点点风吹草动，就会影响她们的色泽。香气，所以他们的心血熬得可比男人快得多了。你怎么那么恶心啊？别跳了。你要知道，你当初没有给任何人机会，你只为自己做选择，所以你不知道那段时间别人是怎么度过的。我不知道他还爱不爱。但有一点我知道，如果你现在有什么目标的话，他会是全世界最不计代价，你是最有能力能帮到你的人。感情又不是电脑，只懂零和一，你该成熟点了。哎，计算机不懂零和一啊？它只接受两种输入，因为数字电路只能接受零和一。数字电路只能接受零和一，是因为非线性电子元件只有两个非线性区。打住！在这件事情彻底解决之前，我不会再想这些了。那他还想不想？他跟你不一样，他容易钻死胡同。尤其在你俩的事情上，如果真的不可能，就别让他误会，也别让他错过属于自己的机会。
你知道，你的温柔对他来说是把双刃。他一旦感觉你也放不下，那就很难跳脱这个漩涡了。谁说我放不下呢？那你来这干嘛？我看你就是吃醋了。滚！啊！你这显然就是打着工作的幌子在搞暧昧嘛！苏处长，小李，这不就是在当年基地换了个身份而已吗？没错，就是办公室地下恋情 play， 女上司与男下属的 PUA 之战。怎么这话从你们俩嘴里说出来就那么猥琐？哪有，我们明明是在夸你们纯情，不就是两个人互相啊修修电脑啊，吃吃夜宵啊，故地重游一下，这不是搞暧昧试试吗？这都是为了工作。不过我跟你们讲，我们下周就要开始做武器效果了，而且谁要听你说这些啊？哎呀，你们好烦。反正我现在咖啡也喝了，精神得很。你今天要是不说点什么出来，我们肯定不会放过你。说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的？我跟他呢都说好了，我们就是普通同事。嗯，欲盖弥彰。我这么问你吧，你开心吗？开心啊，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也不会觉得累。就像当年在基地那时候一样。说实话，我也认识你这么多年了，真的只有在李寻身边的时候才能看见这样的你，热情、冲动、勇往直前，好像什么事情都不会害怕一样。他确实是改变了我。当年呢，我要是没有加入基地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喜欢编程。不过以前就是以前，都过去了。现在啊，我跟他说句话，我都要斟酌语气，能正常聊天，我都要烧香了。那是因为太在意，才会担惊受怕。我都替你俩感到着急，兜兜转转这么多年了，还磨叽啥呀？喜欢就在一起，不喜欢就分开，很难吗？要不你干脆换一个人得了，我那些男朋友你随便挑，给你试用期，三天不满意包退换，行不行？我那些客户也行。哎，滚！喝你的。之前定好的上传时间了，快传吧！我再测试一遍。哎呦，姑奶奶，时间到了，你等着客户骂娘啊！马上。你这马什么时候能上啊？哎，马上我就传阿姨呀。多简单。谢谢啊。没事，这只是内测而已，不可能尽善尽美。我觉得现在内容够了，等上线以后再慢慢补充吧。你得记住，这家公司没有产品上线，无敌武将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子弹。要是弄不好搞砸了，金明两年都得赔进去。我是不是太优柔寡断了？朱组长，你现在不需要别人的肯定，也不需要我的。你应该相信自己。我感觉啊，倒是优叔的对呀、啊。
那人呢就得相信自己，你连自己都不相信啊，怎么相信别人？以后怎么组建家庭？滚蛋！好嘞。咱们那个游戏的内测版本，我试着玩了玩。还真挺好玩的。哎，现在所有的内测客户啊，反应都觉得咱们这游戏不错。哎，不错不错啊。哎，但是啊，咱们这游戏真正好不好，还得等正式上线以后的下载量啊。张峰，有，在游戏上线之前一定要把运营推广工作做好，不要不舍得花钱，用钱砸，一定给我做好了。你不许拖后腿啊，我跟你说，如果在你这出了毛病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小心你这条腿啊，听明白没有？也不是不撒欢。哎，哪有钱？哪有钱做推广啊？怎么没有啊？我看报表上面不是写了有推广费吗？对，那钱不是你跟那个吃干饭的发工资了吗？这工资是工资，推广是推广，这产品前期投入这么多，不做推广不就打水漂了？我有多少钱？五万？五千？几千块钱？你开玩笑啊？那道理我能不懂吗？那就没钱，没钱那是我的责任吗？是啊，你是财务总监啊？对啊。别着急，新丁宣传海报，等出来以后再想办法。哎，这就是我的杰作，怎么样？行，这回算你没掉链。哎，我觉得可以。嗯。我觉得不行。嗯，怎么的？太普通了。普通，这算什么问题？画面冲击力不够。现在改还来得及吗？我已经尽力了。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但概念海报是门面，是用户的第一印象，一定要装点好。那我怎么办？推翻重做。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。不是，那时间来不及了。我也觉得这差不多就得了。来不及也得改。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。哎，这个就是他的能力，他能力就到这儿了，他不是什么大画家，你再给他再多的时间他成不了不加索。这话倒是也没啥毛病。凡，等会儿，你要干嘛？改行当画家吗？术业有专攻。这艺术家的事儿，我们跟这操什么心啊？你闭嘴吧！
抱歉，先生，我这边查到朱茵女士前几天就退房了，之后呢就没有入住记录了。干嘛呀？你帮我查查有没有朱茵的租房信息，找到以后把地址发给我。现在我倒让你找去，这是你的事儿。嘿，不是你一天到晚就使唤我行是不是？哟，哎，我挂了。喂，是我。说，帮我给任迪打个电话，问问朱茵现在住哪。大哥，你这人物关系太迂回了吧？帮我问问。好吧，好吧。行了。想让我帮忙呢，就直说。你怎么知道？哼，你盯着那几张海报看一晚上了，磨叽半天。行了，我帮你画。那你有时间吗？这个对我来说不难，更何况你对我开口不难。但是吧，就是咱们这公司刚开始，这个资金问题呢有点紧张。没有报酬啊？有报酬肯定有，就是你看多少合适啊？先记账上。大恩不言谢。哎，别，谢肯定要谢，等攒够了，我要重谢。行。什么时候要？看你方便，要不明天。你这叫看我方便吗？那明天晚上也行，越快越好。哎，干嘛去？我收拾一下，回工作室开工啊。那我和你一起打个下手。监工呗。没人。我是喜欢过你，那又怎么样？你去街上随便问问谁还记得自己十八岁爱过的人？你还喜欢他吗？不是奇了怪，你既然不喜欢人家，还管他跟那个画家怎么着？是李轩吗？是他，又把他叫进来。冲破边界，初遇的一夜蔓延，后来为我赢了时间，始终抵达。这不停歇，我也靠着你的肩，我们不会分别，躲开喧嚣世界，陪着我是你掌心的指点，撑起我勇敢向前，向黑夜燃起的火。
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， 除了 will take his course， 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漫长时光陪是。